除了和你说声谢谢，别的我也做不了什么。我明白，我回去了。 注意安全，等我，我等你。 我在我的邮箱设置了自动发送，如果5分钟之后我不取消的话，那举报信就会自动发送到证监会的邮箱里。3500万，嗯，拿了钱，滚！看来叶总还不了解情况，那么证监会见喽。4000万，我做主了。4000万，1亿，1亿。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你知道1亿是多少吗？活不是你一个人干的，大家都有份儿。1亿，1分钱也不能少。这老梁，还剩下45秒、44秒，抓紧了，没时间了。快，我老梁瞎了眼！老叶。 取消。好，欧凯哥，我们是证监会稽查局的，这是我们的调查通知书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操纵股票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喂，你怎么样？要我跟圆圆过来陪你吗？不用，你忙你们的吧。真的不用吗？ 其实前几天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，我也早就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。我有心理准备，你放心吧。我也已经不是从前的何欢了。那好吧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随时跟我们联系。嗯。请问是何欢女士吗？是。啊，这是你的快件。谢谢。 我给你转100万，你重新开一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这100万我不需要你还，我也不入股，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离开合伙。100万？嗯。你觉得？ 这100万是不是特别多的钱？可以买下世界所有的东西。嗯，是老哥我疏忽，
社会不一样了吗？一百万不算多少了，那就200万。200万？对，你可以盖个更大的餐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200万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混蛋，你欠钱不还，害我餐厅倒闭了，现在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男人根本就配不上何欢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这菜是为我准备的吗？是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不知道你会来，但我会一直等你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只要你能来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我自由了。Thank you.